快接埋時間啦。星期三咧，特首就會公布新一份施政報告啦，焦點咧就係落喺房屋政策方面噶。咁今日咧，我就請嚟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總會國際理事會理事謝建華先生咧，同我哋前瞻一下呢一份施政報告嘅內容噶。謝生你好。你好。系啊，咁喺星期三咧就会公布咧即系新一份嗰个施政报告啦，特首咁啊，但系喺公布前夕嘅周末咧，即系啱啱过去嗰两日，我见到个二手个交投咧都升得好厉害啊！啲代理行做嘅数据显示咧，按周系升咗超过五成啦，系过去九个星期以嚟嘅新高噶。咁啊，似乎即系喂公布施政报告讲到明就系喺楼市方面会有啲即系政策出嚟啦，但系都即系继续咧好积极咁入市，会唔会其实市场咧都系觉得呢份施政报告冇乜料到咧？其實就未必一定係咁嘅。其實一路大家購唔購買個樓宇咧，就好睇嗰個購買意欲同埋佢哋購買嘅能力嘅。咁香港人個經濟各方面嘢咧，儲蓄咗係個幾大嘅購買力嘅。咁所以無論有冇施政報告出嚟咧，如果個市民或者係個購買家咧睇好個市場會上升嘅時候咧，佢都係會入市。咁從而令到嗰個交投量咧係增加嘅，增加咗。咁我覺得就私人資訊報告出唔出咧，就同嗰個樓市佢哋點睇個樓市，反而個影響仲大。不過你睇咧，今次呢份施政報告咧，即係之前吹風會咧，即係都吹咗好多消息出嚟俾